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。第一个，第一条是什么呢？保养体态超费工。来，我微微，我讲，我其实没有在保养体态，这也就是在你旁边那一坨。对呀、啊，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做运动啊那些我无法，然后所以我为什么你手脚不协调？我说好累、哦，长短啊哦，很累，然后又很爱吃，然后我的保养方式就是泡澡，很同意。所以呢，我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油类，因为我也不太喜欢擦油，就是你说洗完澡我们都擦 lotion， 你也不喜欢，油也不喜欢。其实我的皮肤科医生有跟我讲，刚刚有一个人有讲到说是我的体质，其实我的某些就是比较容易有那个毛孔的那个堵塞，所以他就跟我讲说我也不能擦太油的东西，然后尤其我的背跟前胸也不能乱擦，对，所以我都只有擦四肢。然后我后来就我很喜欢油嘛，我就用油来就是滴在那个泡澡的地方，一方面帮助循环之外，一方面就是泡完之后就已经哎床擦好了，就稍微有一层油保湿保水这样。可是那个老师，我有泡过，就是跟这种喜欢泡澡的人一起泡过澡，然后泡澡他们就是弄满满的油，对，对不对？我妈就是这样啊，就是比如说今天要玫瑰，然后她想要就是舒服的睡觉，她用薰衣草，可是油不是浮在浴缸一层吗？对对，那我起来我这里就一圈油哎。没有，可是我下面还是干的啊，你懂得明白。边泡的时候就这样啊。哦，你说要把腿伸出水面吗？对啊，就是你在边泡去沾到油吗？其实它的油稍微这样沾到就会在身上了。然后你起来的时候，不是比如说像你这边有一层油，就一条油啊。对，然后你就这样。该用这条油往前伸啊。哦，这样就是不要洗掉吗？不要洗掉，所以你那个都是保养油了。对，一定要选。对，不过这个要取决在你的水温大概落在38°C 左右。哦。对，如果说你再低的话，那个油就会更容易浮出来。对，因为你如果温度稍微控制在38，不要到超过40，因为超过42°C 对心脏不好。对对对，你可能要泡三分钟就一定要起来。那38°C 可以泡到将近5到10分钟。对。对，然后它对于那种油溶性的保养品，它可以混在里面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子是对的、啊。你可以38°C，然后这样混着擦。对，然后我也很喜欢盐类，就是像这种盐。盐，沐浴盐那一种盐，这个是说，对，这个是50，也是在浴缸吗？对，就是腌自己啊。没有，其实这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就是类似像气场泡菜，是气场，气场，气场。比如说有时候磁场负能量，对，有时候我们出去遇到一些讨厌的人的时候，我回家一定会用海盐倒在那里面，对，然后会全身这样。哦，这个日本一定会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们泡澡的时候一定要加盐，好像是对身体不是驱鬼吗？然后是然后也有也有，对不对？然后韩国人也是看到讨厌的人，然后就用盐打，人走掉之后就是狂撒盐，这样对啊，大家出就是像我家的门口也有放盐，哎呦哦。对，是日本人嘛，餐厅或什么都会放盐，然后就是主要就是晦气或不好，然后像所以像这个是50盐，这就是特别只有中秋节中午的那个盐，哦，对，就是比较强一点的。然后如果你有时候在外面没有办法，你用盐也可以，就是没有办法什么，比如说就像之前我爸爸过世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去处理的时候，我妹就不舒服。他就一直很想吐，然后呢，我们回饭店之后呢，被爸爸附身，不是旁边啦，不是，旁边还有别人，火葬场，对，有很多火葬，对，会有一些，会有这样子，会这样子，会，有些人比较不是你，会比较不是容易感受，对，你没事，你没事，对我也没有事。然后后来我们就随便在便利商店就买了那个粗盐，然后后来回去之后，就是我妹就去洗澡，我就把那粗盐给她混在那沐浴乳里，对，她就洗完就好了。不过你要以保养来讲的话，盐它本来就是矿物质嘛，里面，所以就跟好像你去泡什么碳酸氢钠泉、硫磺泉那种概念一样，所以不会有放盐的那种。你自己在泡澡有放盐的时候啊，对，那个泡澡时间要再更缩短，对，因为盐会吸干你的毛细孔的水，哦，所以你起来可能就会很干。懂了，他又来啦，哇，对，爱腌自己的人，你说，对，就是其实我的穿衣，我觉得我也没有想要装什么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能被年龄给局限，好，然后呢，在对的场合穿对的东西，然后舒服就好。然后像我今天的穿搭，其实重点就只是在于，
我老实说，我现在都会穿比较宽松，是因为我现在有发胖了，所以我就想要修饰一下，然后我想要舒服一点，吃完东西就是不需要那么憋。对，那我今天的这个重点就是这个可爱的，我就很喜欢这种可爱小物，这个蛮加分，这个很可爱。对对对，就是只要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可以让你看起来就是画龙点睛，对对对，年轻一点点。然后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点无聊的话，我就会善用一些比较可爱的小物。哎呦，这么短的，这很短呢，可不可以看到妹妹？没有，这是今年韩国月落差差很多，对，很流行的。之前夏天是流行，你不要乱教，我们会学。它其实就是像今年春夏的时候很流行屁围，就是穿到这边遮住。可是秋冬呢，因为比较厚重，它就是比较做的比较小件一点。所以呢，它其实有点像皮带。哦，它不是单穿的哦，一个多层次是吗？多层次穿搭，不是可能上半身要比较 fit 一点，对，就是对，就是看你你的啦，真的啦，真的超流行。不是，欣薇姐，你看这件，对啊，那件我听看你穿过，可是这个那个可以合理，可是这个很这个太合理啊，你看合不合理？太短了吧，可爱呀。他是说里面还要再穿一件，里面还要穿呢，什么样？我有穿啊，我现在不是有穿，对啊，这很像那个哎，哪个？变双层的牌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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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不过我有看到小红书有人把这个当胸围，我刚以为是内搭哎，没有，然后下面这样，上面再这样，没有，就选一个就好了。选一个部位，哇，要不然这个来一个，刚刚三正数，三正五，很屌哎，这三正五来您的上面，三正五，快三正，三正五，我们上次就跳过，像这件你知道吗？这件我知道啊，对，就是一块破布嘛，不是，你叫我买的，对，就是你这么好像黑白大厨，他说的，对啊，黑白大厨，店小二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这边要加水。你们都不懂，冰块，一束子好像可以耶，一束好像蛮合理的耶。这个是同家店啦，不同家，不同家。不是，你想想，你想想，他如果头换成女生，其实这样子搭其实还合理吧？颜色这样是对的，这样搭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清华有跳芭蕾，等，三正五啦，大家都可以，可以吗？对吗？可以呀。然后。哎呀，这不妙，这个是这个怎么不要了？这睡衣吧，这好像我睡衣，我帮我爸爸。你要怎么知道你要说那件？我赶快把它放回去。两件都很像，两件都很像。哦，这个背心就好了啦。哦，这很文青，对。哦，文青啊，我觉得叠穿 OK 了，这对啦。对啦，然后比如说，每个人我的意思是说。最保险的方式就是 one tone， 就是一个颜色。对，所以这个我也包色嘛。你讲的对不对？真的哦。哎呦，你要去试吗？这真的男生可以耶。这应该是男生，我觉得你可以穿的。这个大很大件，但是这个一定要搭配那个裤子吧？不是，还有一个，它后面有细节。哎，好看哎，你穿起来好好看。我觉得搭层次是好看。然后这层次，哦，后面是开襟的啦。方面，要绑，还有细节，还有细节，还有细节。今年还有，还有，绑他。金国，今年还有，不对吧？哎，真的，可以呀，可以，真的好看，有了，真的，今年韩国有。真的很流行，我觉得不一定要绑，放这也好，放这也好，可以这样，对，或者是你看到我头上，好的，头上是吗？你说的哟，是的，我最爱哦，对。到不要绑到鼻子上面哦，你要绑。我跟你讲，不是绑在下面，真的是很流行哎，这样啊，可以吗？这是扣子。就是因为我现在那边在绑，你们两个在玩，这个是没，你们相信我了，我相信了，我相信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这样单穿蛮好看的啊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想吸奶嘴哦，好像小 baby 有没有？小 baby 有，小宝宝超像，会觉得很潮哎。好。然后还有妈妈包出现，还有妈妈包来，妈妈包装嫩，不是装嫩，就是年轻人啊。现在还有一个很流行的，就是一定会有一大堆大娃娃，对，就是有不同的娃娃，你就可以挂在那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心情上也会变得比较好。